及大漠共斗母宫，庆祝重阳节。2020年，重阳节又称太丘。相传在东汉时期，汝河有个瘟魔，只要他一出现，家家就有人病倒，天天有人丧命。这一带的百姓受尽了瘟魔的蹂躏，一场瘟疫夺走了青年恒景的父母。后来人们就把重阳节登高的风俗看作是免灾避祸的活动。注意黄衣的济公师傅，从月初九的大日子，也是我们的重阳节。